以前的娱乐方式是什么样子的呀？我打个扑克，这个顶个牛，哦，那个。嘿嘿。现在呢？现在可多了娱乐方式，是。嗯。唱个卡拉 OK。唱卡拉 OK。啊。还行，那。农闲时候出去旅游。啊，去哪？去过哪呀都？去个好去的，去的地方不少。嗯，到过上，到过上海，到过连云港，以前太封闭了，哪里都去不了，一个是交通不方便，一个是没有钱。嗯，现在小生活过得特别滋润。已经达到小康水平了。嗯，现在也上网忙嘛，搁这学会了。学会了电脑。嗯，搁这学会的哈，自学的。嗯。以前都没这条件了。啊，以前想都不敢想。嗯，想，在网上上网一般干嘛呢？上网。打个游戏聊聊天上博客，计时五天一个计，逢五排四，逢五排四，哦，都有买嘛的，买嘛都有，有买西瓜的，买菜的，买水果的，买小白货的，二有大品，嗯，我跟你说，到时候不行，没好烟这个。啊。多钱一那个？一块钱。哎，一只。行。有没有同一种颜色的？没有。路也好走了。有二十分钟了。
哎，二十多个了。二十多条羊呀？啊。嗯。电动车一般放屋里充着电呀。一个电动车多少钱呢？这种电动摩托车？两千多。两千多，嗯。多少天充一会儿电呢？两三天。两三天，嗯。这老爷爷骑的是一辆旧式自行车。一辆轿车，这个牌子也许在国外的我们还是很熟悉的。卡车，算是这种类型。今天是在上海打工，然后待了五六年嘛，环境挺好，他是，上班那待遇也好，工资也那就是说打工不是打一辈子吧，也得在家里。创业现在老百姓的生活也好了。